Selamat pagi murid-murid. Hari ini kita akan mempelajari bahasa Melayu. Okay, kita akan mempelajari kepentingan mempelajari bahasa Melayu. Dan kita akan membuat latihan muka surat 1 hingga 3. Okay, adakah kamu sudah bersedia? 同学们早安。 然后今天呢，我们要上的是国文课。 Okay, 在我们还没有开始看我们的作业之前呢， 我们来了解kepentingan mempelajari bahasa Melayu 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来了解国文的重要性。 Okay, 有谁不认识我吗？我是Teacher Gua啊。Okay, 所以我们来了解为什么我们需要学国文呢？ Okay, 其实 bahasa Melayu 其实我们是叫马来文或者是马来语的。 Okay, 为什么我们叫它国语呢？等下我们会有解释。Okay。 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它的国文或是马来文的重要性。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学习马来文呢？第一，他说 Bahasa Melayu merupakan bahasa utama。同学们在这边，你们只是需要听而已哦，你们不需要抄。OK， 所以他讲 Bahasa Melayu merupakan bahasa utama， 或者是 bahasa rasmi， 或者是 bahasa kebangsaan di Malaysia。 所以他讲马来文其实是在 Malaysia， 就是在我们马来西亚是最主要的语言，对吗？因为很多马来人，然后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用马来文。OK， 所以是 Bahasa Utama 最主要的语文。OK， 所以呢 Bahasa Rasmi 就是我们的官方所用的，比如说你们看那个每天政府有在 announce COVID 多少宗，他们都是用马来话，对不对？ 所以呢，就是说他讲是属于 Bahasa Rasmi， 然后 Bahasa Kebangsaan 呢就是国语 ，OK？ 所以马来文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国语，就是国家语言 ，OK？ 如果你去到台湾，台湾的国语是什么呢？就是华语咯。就像你去到中国，中国的国语是什么呢？就是华语 ，OK？ 所以 Bahasa Kebangsaan 代表国家的语言，国家用什么语言 ，OK？ 明白吗？所以我们才叫它成国语的，所以它其实是马来语，所以马来语也是等于我们的国家的国语，可以吗，同学们 ？OK， 第二点 ，kebanyakan pengumuman atau dokumen rasmi ditulis dalam bahasa Melayu。OK， 所以它这边讲为什么我们需要学国语呢？因为很多时候 announcement pengumuman 就是 announcement 或者是 当政府要通知一件事情，然后你要需要申请任何的东西的时候，些文件都是用国文来写。比如说，你现在哦，等下你中学17岁，你可以去考车，对不对？你要去拿那个 license， 然后它都是国语的哦，对吗？所以你的国语要好咯，要不然你考不到 license， 驾不到车，这样子之类的意思。OK。 所以他讲 oleh itu， 所以 kita perlu mempelajari dan memahami bahasa Melayu。 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学习还有了解我们的国语，就是我们国家的语言。OK， 有明白吗 ？Jika tidak， 他讲如果我们不了解，我们不明白的话呢，我们的生活会怎样 ？Kehidupan kita akan susah kerana tidak faham apa yang berkatakan。 他讲我们的生活呢会非常的困难，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明白人家在讲什么，对吗？对人家讲的时候我们不懂，我们就好像鸡和鸭说话这样哦，鸡讲哦哦哦，然后鸭讲哇哇哇，所以不懂在讲什么，你讲你的，我讲我的，所以我们不懂人家在说什么，所以呢，我们身为马来西亚的一份子，我们就要学习国语或者是马来文，可以吗？ 有谁不明白吗？在这里，应该大家明白对吗？有不明白的人可以举起那个蓝色的手哦。Austin 老师看到你举手，你是不明白吗？还是你刚才没有放下手啊？Austin，你们接手的哦，没有放下手，那么老师继续哦。 OK，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的是 kesan tidak mempelajari bahasa Melayu， 如果我们没有学习马来文会有什么后果呢？ OK， 我们来学习看会有什么后果。第一个呢，我们将
tidak memahami kandungan buku atau makna perkataan， 就是说我们就不能了解书里面的意思，或者是那些字的意思。OK， 所以我们看书，看书，我们不知道那个书在说什么，对吗？因为我们不懂国语嘛，所以我们读了，我们不明白的意思。tidak memahami 是我们不明白。你看到像这个图片一样，他读这个书，但是呢，他头上有很多问号，问号，问号，因为他不明白。书里面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OK， 当你不明白书里面什么意思，你自然而然你就不知道那个字怎样用，对吗？所以当你不懂你要怎样用那个字的时候，当遇到朋友，比如说啊马来同胞的时候，我们就不可以跟他沟通，因为他只会国语，你只会华语，对吗？所以我们就形成了什么样的？接下去什么样的后果呢？就是 tidak dapat bertutur dalam bahasa Melayu， 就是我们不能说马来话，对吗？我们讲不到马来话，我们每次讲我不会马来话 ，OK， 所以呢，我们就不能用我们的国语来沟通，所以 tidak dapat bertutur 就是沟通，就是说话对话，所以我们就不可以。然后他问你阿巴嘎巴，你不知道要回答什么，对吗？或者是他讲哎，甘木桑啊张帝，你很漂亮，但是你以为他在笑你，因为他跟你说你很漂亮，可是他有带着笑容，因为他称赞你嘛，所以他带着笑容，结果你就以为他在取笑你哦，对吗？然后你就很生气，为什么你要取笑我？然后因为你不明白，然后你跟他之间就会有什么呢？会发生了误会，所以是 berlaku perselisihan faham， 就是产生误会。当产生误会了的时候，你看他还不爽了，然后你就会做什么？打架。你看到这个图片吗？哦，你打我，打你，为什么你要笑我？然后他就会很莫名其妙讲，我称赞你，为什么你要打我？这样子 ，OK？ 所以你有看到吗？就发生了争吵还有打架的事件 ，OK？然后我们接下去看还会有什么后果呢？你以为只有吵架就完了吗 ？OK， 我们来看还有什么后果呢？吵架了之后呢 ，hubungan antara kaum terjejas。OK， 所以呢，因为我们是不同种族嘛，我们一个是华人，然后一个是马来人，对不对？所以我们华人跟马来人之间的感情怎样会受到影响哦 ？terjejas 就是说。啊，马来人就会去讲，你知道吗？那个华人很不好的啦，我称赞他打我，然后结果呢，你就会去跟华人讲什么？哎，你知道马来人不好的啦，整天取笑人家，所以你去跟别人讲这样子哦，你去跟全部人讲哦，马来人不好，马来人去跟所有马来人讲，跟华人不好，所以呢，大家就变成一传十，十传百这样子，所以。造成所有的马来人都不喜欢华人，所有的华人就不喜欢马来人，对华人和马来人的感情就变成怎样呢？就是受影响了。对，当受影响的时候，生活会和谐吗？生活就不会和谐啊，你看这边，所以你看啊，一个东西，当你没有学好马来文，你就会连续就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后果产生。所以你会造成怎样 hidup tidak harmoni， 所以我们的生活就不会和谐哦。一见面就吵架，你看到吗？对面，如果你的家对面是马来人哦，就见面就吵架，看到吗？邻居跟邻居本来是两个人的东西，对吗？然后它就演变成家庭跟家庭哦，你怎么什么什么骂他骂，OK， 对，互相吵架，所以生活就不会和谐，或者是不会。和平，对吗？会吵吵闹闹，吵吵闹闹，到演变成什么呢？变成我们的国家 negara tidak aman dan damai， 你看到吗？因为这边加吵，这边加吵，所以吵来吵去，将会影响什么？本来是两个家庭，两个家庭又影响整个社会，然后社会又开始影响整个国家，所以呢，国家不得安宁，所以 negara tidak aman dan damai， 所以国家不得安宁咯，就吵来吵去啊，这样子国家吵来吵去就很危险，为什么呢？因为会有很多国家可能他对我们的国家有兴趣，然后还又入侵我们的国家，就好像以前为什么我们会被
日本占领啊等等这些，你看好不容易我们的国家得到什么，得到了独立，结果因为我们又要失去了独立， OK， 还记得 Merdeka 的由来吗？ OK， 所以呢，所以这些都是没有学习好我们的马来文的后果。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要学好我们的国语，也就是马来文， OK， 可以吗？因为我们生活在多元种族的国家，所以当我们学会了国语呢，我们就可以跟其他人沟通。诶，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学习国语有什么好处。Gerbai kan 就是好处。OK， 第一个 memahami maksud 就是说我们可以了解国语字的意思。Perkataan bahasa Melayu 就是国文字的意思，我们可以知道咯。哦，当人家讲 apa kabar， 你就讲哦，原来是你问我的是你好吗？然后你要怎样回答，你就可以回答了咯。你就可以跟人家沟通，所以是 dapat bertutur dengan lancar dan berkomunikasi dengan lebih berkesan， 等于是说我们就可以回答了咯。你可以回答 kabar baik， 对吗？你就会回答 kabar baik， 因为你已经知道怎样回答了。然后接下来呢，当你可以沟通，你了解人家在问你什么，当人家问你啊，你讲哎，阿哇三个张帝的时候，你会笑笑 terima kasih， 对吗？所以你就可以跟其他种族有一个友好的关系。Dapat menjaga hubungan baik bersama kaum， OK， 所以呢，你就可以照顾好我们的种族之间的友好关系哦，所以大家就不会有吵架， OK。 然后接下来你就可以，当大家很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怎样一起生活，我们就可以很安居乐业的和平的生活，没有争吵也没有误会。所以他讲的 dapat hidup dengan aman dan harmoni tanpa perselisihan faham， 等于是说没有任何的误会，我们就可以很 peaceful 的一起生活这样子， OK， 可以吗？这里有谁有问题吗？有问题的人可以举手。OK， 接下来呢，我们来考考我们来听听一下这些马来话。OK， 所以这里 bahasa Melayu susah tak？ 问你，哎，国语很难吗？然后这个男生就讲 tak lah， 就不等啊。OK， 他讲没有啊，你听听看，为什么你说国语不难呢？其实有时候，如果你看听阿妈啊，或者是长辈们讲话的时候呢，他其实会有穿插一些马来话。OK， 对吗？有一些东西他直接用马来语来说，对吗？所以我们看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平时有讲话里面有讲到的马来话。OK， 对哈。第一个，比如说是鼓励。OK， 比如说以前阿妈讲，哎，我给买鼓励给你玩，要吗 ？OK， 所以是这个哇鼓励，就是玻璃弹珠。我们很少会说玻璃弹珠，我们会讲鼓励。OK， 所以呢是鼓励。然后第二个还有什么我们是用马来话来讲的呢？就是比如说哦，阿妈会跟你讲，哎，不要玩巴杜，巴杜很肮脏的， OK， 不要拾那个巴杜，还是不要乱丢巴杜，等下撞到人家的车，哎，对吗？所以巴杜是什么呢？就是石头。所以有看到吗？所以有很多东西我们是用马来话来说，就是巴杜咯， OK。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会有用到什么呢？就是哎，阿妈会问你，哎 ，Austin， 你要喝 Milo 吗？等下阿妈帮你泡，对吗？我们直接用 Milo， 我们有讲，哎，你要喝美露吗？没有哈，我们就讲 Milo，OK，、okay？ 所以 Milo 就是这个我们常常喝的 ，OK。然后接下来我们还会用什么呢？比如说，啊，你们快点快点 ，bus 要来了，等下 bus 走了，你们要走路去，对不对？啊，或怎么讲？你们会讲老师 bus 要来了， OK， 对吗？像一年级的时候你们会坐 bus， 就是那个 van 或者这样子的， OK。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直接讲 bus。 然后可能你们会跟老师讲，老师我其实不是讲马来话，我讲英文，对吗？但是它的读音是一样的， OK， 对吗？它只是 spelling 不一样，英文是 bus， 可是是读音是一样的， OK， 可以吗？ OK， 接下来你还会有讲什么呢？你会讲的是啊，阿妈通常阿妈会拿这个来吓你们的，
你们这坏蛋啊，不乖啊，我叫马达来抓你们啊，对吗？阿妈有没有这样子讲？不要紧，等下我们会有一个分享，然后你们可以分享说阿妈有没有这样子对你们讲过啊？再坏蛋啊，再不听话啊，叫马达来抓你们去关在监牢里面 ，OK？ 所以为什么会讲马达呢？马达其实是什么？就是以前的时候，他们称呼警察叫马达马达 ，OK？ 就是嘎达嘎达马达马达，所以现在我们把它叫成 police， 对吗 ？police， 所、okay? 以以前我们叫马达马达。所以我们是讲马达来抓你 ，OK？ 还有什么你是会用国语呢？就是这个，有看到这个图片吗？它已经起火了，为什么呢？因为它讲哇，被打喊啦，我已经不能忍受了。所以你会用到什么字呢？就是打喊，打喊这个就是国语哦，就是说我不能顶了，我不能忍了的意思。所以是哇，被打喊啦，这样子 ，OK？所以我们偶尔也是会用一些马来话在我们的谈话当中，有清楚吗，同学们？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到底有什么话呢，是从我们福建话，但是它去翻译变成了现在的马来话，也是有的哦。你不要以为只有我们用国语，但是马来话也是有用我们的福建话的。比如是什么呢？是这个，我们看这个图片。比如说阿妈她去巴萨的时候，她会问你，哎，子豪你要是贵吗？帮你买，比如 ，OK， 会问你你要是什么贵，阿妈帮你买贵，所以这个贵呢，然后呢就是高的意思 ，OK， 所以呢它就变成了现在的国语贵，对吗？贵啊，演变了这个贵。然后呢，或者是你去吃东西的时候，他讲啊。你要吃什么东西吗？早餐阿妈帮你买。你又讲阿妈，我要吃 Hokkien 米 ，OK， Hokkien 米就是米哦，米就是面，所以呢，它国语直接叫 MI 米 ，OK， 所以它直接用我们的福建话的米来写而已。然后阿妈去到那边要帮你买 Hokkien 米的时候，那个人就会问啊，阿妈，你的要 Hok 你的 Hokkien 米是要 Bihun 米还是？米而已啊，所以就会有这个 bihun， 有看到吗？就是米粉，我们讲的 bihun， 所以它这些翻译就 bihun 哦，标出来这样子。这还有是 zap harimau， 代表这个是 Malaysia 做的 ，OK， 可以哈。然后过后呢，还有什么字我们是从福建话翻译的呢？就是茶啊，所以阿妈每次讲，哎，去泡茶，现在阿妈想要淋茶。有吗？所以就是得，然后呢变成得 ，OK， 水是从这边翻译的 ，OK。然后接下来最后一个就是，现在是已经12月了，还过差不多两个月，对吗？就要农历新年了。所以农历新年是小孩子最开心、最开心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有的收什么呢？就是红包，对不对？就是红包了 ，OK。所以红包就是。昂就是红色嘛，包就是这个一包一包了，所以呢它也是一样，直接翻译去国语叫昂包啊。所以你看新年的时候，可能家里的人长辈会给小孩子什么红包咯，或者是比如说你生日的时候，长辈也会包红包，对吗？或者是人家结婚的时候也会包红包，因为它代表是一个祝福，然后一种喜庆。OK， 有明白吗？同学们，老师讲在这里，有谁有不明白的地方吗？可以举手哦。没有，全部人有明白，太棒了，你们太棒了。OK， 代表这些都是很容易，对不对？所以你们都有明白。OK， 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来考一考你们吧。乌鸡迪瑞 ，OK， 所以这边我有讲到 saya sebut 就是我念。你们听，所以是 saya sebut kamu dengar， 我念你们听，然后你们念我听， kamu sebut saya dengar， OK。 所以呢，我们来问第一题，然后你们要跟老师解释到底这个国语是什么意思呢？ OK， 所以你们要回答的时候，请举手，用那个蓝色的 raise hand， OK， 全部人会对吗？ raise hand， 然后呢，你们老师会 unmute 你们，然后你们就可以跟老师讲那个意思， OK。可以哈，现在老师还没有讲题目过，你们不要先举手 ，OK？ 可以准备好了吗，同学们 ？Are you ready？ Adakah kamu sudah bersedia？
OK， 很好，我们来看第一个。第一个呢，我会念国语的，然后你们跟我讲华语的 ，OK？ 全部都是这样，总共会有15题，准备好了吗？第一题 ，apa kabar？ 第一题 ，apa kabar？ 请举手，谁要回答 ？OK， 我看到第一个人举手了，来 ，Austin， 你好吗？很好，对了，谢谢你。所以阿巴嘎巴是你好吗？有专心听课哦，很棒啊。OK， 我们来看第二，第二题是 Nama saya call Peggy。OK， Nama saya call Peggy。所以要 OK， 我们来叫他自己的主人讲。OK， 来第二的，你可以讲大声一点吗？顺便听到你声音。我的名字是 Peggy。 对，很好，同学们其他人有听到吗？老师是听到很小声，他讲我的名字是许佩琪。 OK， 很好，对了，然后接下来第三题哦，第三题，第三题呢老师会念是 Umur saya 8 tahun， Umur saya 8 tahun， 我们会老师会 unmute 不同的人，然后我们给每个人有机会回答，可以吗？ OK，宇君是吗？宇君，8岁、啊、可以再讲多一次吗？老师没有听到。我今年8岁。嗯，很好，对，我今年8岁。乌莫沙耶拉班的后是我8岁的意思咯。OK， 谢谢你，很棒哦。我们来问第四题好吗？第四题是 saya ada seorang abang， saya ada seorang abang。 OK， 我们来叫Kang Jun Hee， 我有一个哥哥。对，或者我们可以讲我有一位哥哥，很好，谢谢你哦，棒棒的。OK， 大家可以给他一个 clap。OK， 很好。然后接下来我们问第五题了，紧张吗？其他人要赶快哦，然后开着那个要按 raise hand 的地方。OK， 第五是。Saya suka makan nasi lemak， 哇，是大家最爱的。OK， 我有看到凯仁，凯仁，我喜欢吃胡椒饭呢、啊。嗯，很好，他直接翻译华语。对了，我喜欢吃椰浆饭，很好 ，very good， 非常好，谢谢你。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六题。第六题是 saya bermain bola di padang。OK， saya bermain bola di padang。我们来叫一个还没有回答的人，魏金样。我在球。saya bermain bola di padang。OK， 巴当是草场。OK， 来你讲回答。我喜欢在草场玩球。很好，所以是你，或者是你可以讲是我在草场玩球。很好，谢谢你的答案哦。OK， 很棒，大家都很棒。OK， 对，很好。接下来第七题是吗？第七题是。Saya suka bermain badminton. OK， saya suka bermain badminton. 所以老师会看来，其他人要举手哦。OK， 接下来是尤一气。可以 unmute 自己吗？老师已经按 unmute 了。一气，老师，我不小心按到了。哦，你可以 try 吗？ Saya suka bermain badminton 是怎样讲呢？我喜欢玩羽毛，我喜欢玩羽毛球。嗯，很好，我喜欢玩羽毛球，或者是我们华语讲的是我喜欢打羽毛球，很好，谢谢你。对了，很棒。OK， 接下来第八。
第八是大家听清楚这个句子哦。Nama sekolah saya SJKC Hanjiang. OK, 老师再念多一次。Nama sekolah saya SJKC Hanjiang. OK, 叫 Erin. 我的学校是Hanjiang小学。嗯，很好 ，very good， 很好，大家给他一个掌声。你们在家自己拍，OK， 很好，很好，很棒。我的学校是韩江小学。然后接下来第九是非常简单 ，saya suka bernyanyi，OK， saya suka bernyanyi， OK， 我们叫 Bell。Bell, saya suka menyanyi. 有吗？你可以讲大声一点吗？老师没有听到。Bell? Bell? 有听到我的声音吗？我没有听到你的声音哦。有。Saya suka menyanyi 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什么？可以吗？你可以吗？好，我没有听到你的声音。DJ Yap，你有听到他的声音吗？老师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不要紧，等下下一题可能老师再教你。OK， 所以呢，我们教别人好吗？微原因 ，OK， 可以讲一下吗？什么？我喜欢唱歌。嗯，很好 ，very good。对了，我喜欢唱歌。OK， 谢谢大家哦。OK， 接下来第十是 saya suka bermain lompat tali。OK， saya suka bermain lompat tali。OK， 所以是有谁要尝试回答吗？子豪，我喜欢跳绳。嗯，很好。对了，我喜欢跳绳，很好，很棒，谢谢你。然后我们看下一题，第十一是 saya suka makan apple。saya suka makan apple， 有其他人举手吗？啊 ，Yap Jun Yi， 我喜欢吃苹果。很好，谢谢你。对了 ，OK， 最后第四题了哦，就是第十二题，其他人要赶快举手了 ，OK， 然后一直举的人，好，老师会叫还没有答的人，我们尽量让大家都有机会回答 ，OK。第十二是 saya suka minum jus orange， saya suka minum jus orange， 哦，嘉乐有举手，很好，老师叫你，嘉乐。我喜欢喝 orange。 你喜欢喝什么？橙汁。嗯，很好，对，给你可以讲英文也是可以，就是 orange juice 哦。我知道你刚才要讲英文，然后你突然间听到 ，OK， 谢谢你，很好，很棒，谢谢。OK， 所以我喜欢喝橙汁。接下来第十三。第十三是 ayah sedang membaca surat khabar， OK， ayah sedang membaca surat khabar， 所以有谁要回答这一题？赶快赶快，要不同的人举手，如果没有老师就点名叫人家回答咯。 OK， 有谁吗？不同的人，没有人的话老师会点名哦。
Benny， 你可以回答吗？ OK。 Benny， 哎，哈，来你回答。Ayah sedang membaca surat kabar。 Ayah 是谁？爸爸。爸爸，很好。然后 sedang。嗯，正在。诶，然后 membaca 呢是什么？正在读书。正在读。然后 surat kabar 是那个看新闻的，叫什么？你是有很多新闻在里面，叫什么？ newspaper。 Yes， newspaper， 很好。所以整句是，你可以再讲多一次吗？爸爸在做什么？爸爸正在看。爸爸在读报纸， OK， 很好，谢谢你。爸爸正在阅读报纸， newspaper， 很好， good， OK， 好。接下来第十四题，也就是最后第二题了，还没有回答的人赶快抢机会哦， OK。 然后第十四是 Adik sedang menonton television。 Adik sedang menonton television， OK， 佳恩。嗯，来，你可以回答了。嗯，阿杰是谁？弟弟。嗯，很好。Sedang menonton television。弟弟在做什么？正在。Television 是什么？电视机。对，所以弟弟在做什么？弟弟在看电视机。嗯，弟弟在看是，或者是弟弟在观看电视节目，很好，谢谢你。嘿，同学们，我们来到最后一题了，最后一题，赶快咯，还没有回答的人，赶快哈。嘿，第十五题就是一部。Sedang memasak di dapur. OK， 伊布 sedang memasak di dapur. 有谁要回答吗？赶快举手咯，赶快赶快，不要再看到同样的人举手。OK， 有谁要回答吗？没有，老师要随便乱按一个人来回答了哦。因为老师看到这些举手的人已经讲过了。嘿，李知应，很好。来，妈妈在厨房里煮菜。嗯，很好，对，妈妈在厨房煮菜，很好，谢谢你，大家都很棒哦，大家都很棒， OK， 大家都很勇敢的去尝试，很好，谢谢大家。OK，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看这个五级迪丽，大家都已经回答了，对吗？我们来看总结是什么呢？ OK， 所以是结论是 ，bukan sahaja bahasa Melayu, malahan bahasa Cina dan bahasa Inggris juga penting。他讲，不只是 bukan sahaja， 就是不只是，不只是马来文。还有什么东西是很重要呢？就是华文和英文也是很重要的。OK， 就是说，因为我们身为马来西亚的人，所以我们要学好这个三个语文。OK， 就是马来文、华文还有英文，对吗？你们学校也是有学这个三个语言，对吗？所以呢，这三个语言我们都一定要学好，然后掌握好。OK， 所以他才来讲 sebagai Malaysia。Kita mesti mempelajari dan menguasai tiga bahasa tersebut. 身为马来西亚的公民，我们必须要学习 mempelajari, menguasai 就是掌握好三个语言， OK， 就是三语，国语、华语还有英语。为什么呢？因为 ini akan membawa kejayaan kepada kita， 因为这个将会造就我们日后的成功，对吗？啊，你要。你去中学要不要学这些语言也是要啊，你去大学要不要学也是要啊，对吗？你去做工以后要不要用到这三个语言
要啊，所以呢，你们就要从小学开始学好，打好基础啊。所以我们上到中学就很容易有咯。OK， 明白吗？所以老师讲到这边，有谁不明白的人可以举手哦。对，是不是我们从今天开始就要学好我们的三种语言呢？对吗？对呀、啊。有谁有问题吗？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继续了哦。好，同学们，我们继续上课了。现在你们要拿好你们的国语的这个纸， OK， 它上面有写什么呢 ？December 2020国文必学生字， OK， 所以是今天的日期七号。对啊，写 sila tandakan tik bagi frasa yang telah kamu anda kuasai， 就是说，等你们已经学会了这些字之后呢，你们懂怎样用了呢，你们就可以在这个格子打勾。如果你们暂时还没有学会这个字呢，你们就不要先打勾的仪式， OK。所以今天呢 kepentingan bahasa Melayu 是我们今天学的这个，所以我们会有学到什么字呢？等下我们会看到， OK， berbilang kaum 代表是多元种族，就是我们的国家有很多个种族，有华人、印度人、马来人、卡达山人等等土族， OK， 所以是叫 berbilang kaum 多元种族。所以同学们你们跟着一起念 berbilang kaum， OK， 在你们的你们在你们的那个家那边念 ，OK？ 再来一次啊 ，berbilang kaum 多元种族 ，OK？ 所以如果你们学会了这个字，你们可以在这里打勾 ，OK？ 所以不一定是今天，你们可能明天才学会的话，明天才打勾都可以 ，OK？ 所以接下来 mempelajari perkataan 就是学习生词。OK， mempelajari perkataan 或者是学习生字都可以。所以如果你们已经懂了什么叫做 mempelajari perkataan， 也是一样，你们就可以打勾在这里后面。所以大家一起念一次 mempelajari perkataan， 学习生词。接下来第三是 kosakata bertambah， 增加词汇。当你们学会了国语对吗，你们学到新的词汇，我们就可以讲，哎，我的词汇增加了。比如说之前我不知道什么叫做 berbilang kaum， 然后接下来你今天学会了，代表你的词汇就增加了两个字，就是 berbilang kaum 这样子的意思，明白吗？所以叫做 kosakata bertambah， OK， 我们再念多一次 kosakata bertambah， 增加词汇。如果你会了打勾。Okay. 接下来 bertutur dengan lancar， 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当你学会了国语对吗，你就可以讲话的时候怎样很流利对吗，你可以很流利的跟人家谈话或者是说话， OK， bertutur dengan lancar， 说话很流利。我们再来念多一次 bertutur dengan lancar， 说话很流利， OK。 当你学会了那些生字，你词汇增加了对吗，然后你就可以怎样写作文 bina ayat 或者是造句的时候就会很熟练了， OK。 所以我们才会有 mahir dalam menulis karangan， 对写作很熟练， OK。 mahir dalam menulis karangan， mahir 就是熟练对吗，它翻译的时候呢就是变成倒反了， OK。 就好像 ibu saya 其实是我的妈妈，不是塞压一步， OK。 国语跟华语是倒反的，可以吗？ Mahir dalam menulis karangan， 对写作很熟练， OK 哈。然后接下来 aman dan harmoni， 平安又和谐。 aman 就是平安， harmoni 就是和谐。我们来再念多一次 aman dan harmoni， 平安又和谐。接下来 meningkatkan kemahiran， 提升技能， OK。 再来多一次 meningkatkan kemahiran， 提升技能。 meminati bahasa Melayu， 对国文有兴趣。 meminati 就是
有兴趣，对国文有兴趣是 Merminati Bahasa Melayu， OK， 可以哈。所以现在我要来点名，就要一个一个来念这个了哈。所以这边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所以会叫八个人来念， OK， 可以哈。所以我阿缪随随就念哦。凯智，老师 unmute 你了，你来念第一个怎样念 ？Berbilanggang tua，多元种族。嗯，很好，谢谢你。OK， 下一位老师会叫 Lim Jin Hao。老师 unmute 你哦，你可以念第二个了。林金豪，金豪，老师已经 unmute 你，要 unmute 回你自己啊，念第二个。Mom。Mempelajari. 嗯，然后这个呢 ？Perkataan. Perkataan. 嗯，学习生词。可以吗？可以念吗？这个华语字，学习生词。OK， 好，谢谢你。我们来叫下一位哦。下一位 ，Shanice， 老师 unmute 你了。Shanice 来读第三的。Kota kata bertambah. 嗯，对，很好。增加词。词汇。词汇。嗯，很好，很棒哦，谢谢你。接下来第四，我们叫新会。新会。第四题呢？嗯、这个第四 ，Bertutor。Bertutor 的年。的年龄。的年龄。嗯，很好。然后华语呢？说。话。话。很流。你嗯，很好，很棒，谢谢你。然后接下来第五，我们叫 Raiden 第五。Mahir dalam menulis karangan。嗯，对，很好。然后华语。会写作。很熟练，熟练，嗯，很好，谢谢。接下来我们叫 Marcus， 可以吗？好，好。Marcus， 要进去，老师已经 unmute 你了哦。Marcus 可以念吗？这里。Aman dan harmoni. 嗯，然后华语。平安，最和。又。又和。蝶。蝶。嗯，很好，谢谢你。Aman dan harmoni， 平安又和谐。接下来我们叫有人举手的。OK， 老师 unmute 你了。是宣进。这个第七。
meningkatkan kemahiran. 再来一次 meningkatkan kemahiran. 好，华语。提升技能。很好 ，very good， 很棒哦。OK， 然后最后一个呢，我们教黄玉君。meminati bahasa Melayu 对国语有兴趣。很好，对了 ，OK。如果你们已经会了呢，你们就要打勾在这里 ，OK。然后这个下面呢是明天的 ，Rumah Terbuka 是明天哦。然后明天我们才来一起读这一个，可以吗？然后这个是这个是星期三的，可是那个星期三呢，我们是学习的是在 YouTube 哦，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是会去训练这个，因为是 YouTube 嘛，所以这边我们今天直接念了 ，OK。然后这个呢，我们明天是 Zoom， 然后。星期三是 YouTube， 星期四也是 YouTube， 所以我们今天还是会一起念这个 ，OK？ 所以我们来看这边哈，如果星期四你们学完了 YouTube 之后哈，你觉得哎我会了这个字，你就打勾，可以吗？然后打勾这边，然后这个也是一样，星期四你学好了 YouTube， 你会了你打勾 ，OK？ 我们来看板顿的有什么生字呢？就是 la fast， 板顿 la fast 的意思说你念出来对吗？所以我们叫朗诵。这个是读朗诵四行诗，班顿呢它有分成两行或四行，但是通常呢我们是念的是四行的，所以叫做四行诗 ，OK？ La fas ban don， 朗诵四行诗。所以同学们，你们在你们的家一起念 La fas ban don， 朗诵四行诗。然后接下来 menganjurkan。Pesta Bandung， 所以是举办四行诗比赛。OK，Pesta 这边呢，它可以是一个嘉庆或者是一个庆典这样子，所以是一种比赛。所以是 menganjurkan Pesta Bandung， 代表哎，我先念这个 Bandung， 然后你再来回我 Bandung 这样子的意思，这种的方式来比赛 Bandung。OK， 可以吗？所以我们再念多一次 menganjurkan Pesta。班顿举办四行诗比赛 ，OK。然后接下来跟哪里主题 umum 的会有学到是 merdeka， 因为主题 umum 是公共假期嘛，我们有一天是 merdeka 的，对不对？所以 merdeka 代表是独立或者是自由 ，OK，merdeka 独立或者是自由。然后 menunjukkan semangat patriotik， menunjukkan。Semangat patriotik， 所以是展示爱国精神。Semangat patriotik 是爱国精神，所以 menunjukkan 是代表展示，就是你说出来你爱国的精神。OK， 可以吗？所以我这边老师再教有几个人来读，可以吗 ？Yep， 준이读这一个板顿的第一个。La fas板顿。对，然后他的华语呢？朗诵，朗诵是行行，有两行三行，所以是四行诗。四行诗，很好，谢谢你，好勇敢哦。OK， 接下来我们叫柔恩好吗？柔恩来读第二个的。柔恩，你可以安慰自己吗？柔恩 ，OK 吗？没有安慰自己，老师已经按了。OK， 没有的话，老师叫 Clarice，Clarice Wei， 刚才是 Clarice Jin 对吗？所以现在是 Clarice Wei 来，可以吗？念这个么？Menunjukkan pesta Bandung Bandung 很好，然后华语呢？
旅伴。伴。四行诗比赛。四行诗比赛。嗯，很好，所以你们要记得要怎样念哦。OK， 可以啊，谢谢你。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念这个下面的 ，OK， Kingsley， 可以念吗？这个，这个是 Merdeka， Merdeka， Merdeka。嗯，很好，所以这里怀疑是独立，独立，或者是智能。很好，谢谢你。最后一个我们叫关 home 来读 ，OK？ 关 home， 老师已经 unmute 你了，你 unmute 回你自己，然后可以读了。menunjukkan semangka parodi， 很好，展示。华语的展示爱国，展示爱国精神，精神。嗯，很好，谢谢你，大家都很棒。OK， 好，谢谢。所以我们来看第二面哦。OK， 同学们，你们答完了，你们要安慰回自己。我们来看第二面。第二面呢，就是我们这半年里面会学习的一些课程 ，OK， 所以是 topic Bahasa Melayu。对 ，Hi murid-murid， inilah topik-topik yang akan kita belajar sepanjang penggal pertama persekolahan。OK， adakah anda ternanti-nanti untuk mempelajari Bahasa Melayu bersama-sama？ 所以在这里呢，他讲。同学们好，这些是我们将会在上半年的时候学习的课程，所以是 Penggal Pertama 代表上半年 ，OK， 可以吗？所以 Adakah anda ternanti nanti 代表你们有期待吗？所以你们可以写一下华语的意思 ，ternanti nanti 就是期待。OK， 同学们，我们的课是上到11点的。如果有谁是学校有课的呢，你们是可以、先 leave 咯，然后记得要看好看回我们的 YouTube 的。OK， 可以吗？所以同学们，等南地南地是期待要一起学习国语呢，可以吗 ？OK， 所以 Penggal Pertama Persekolahan 是上半年，所以你们要抄一下那个意思啊。OK 哈，有拿好你们的笔来写吗？分高从这里开始，分高 pertama 是上半年的意思。Okay， 我给你们一点时间来抄。OK 哈，所以第一个呢，我们会学的是什么呢 ？OK， 在这个半年里面，我们会有学一些是 lambang kaum， 就是代表种族的象征。比如说这一个，有谁可以告诉我这个是代表什么种族吃的食物吗？有谁要回答可以举手哦，没有人举手老师就点名了。 OK， 没有人举手，老师叫伟伦好吗？伟伦，你第一个图片是谁吃的那个食物代表什么种族，你可以安慰自己吗？马来人。嗯，很好，对，马来人，你知道叫什么名吗？这个食物 你知道这些食物叫什么名吗？你们好像一年级有学对吗？人帮龟、不会忘记的龟人帮龟人帮，很好，这个常常是竹筒人芒，很好，对了，那么这个四方形的呢，你觉得是什么？四方形跟三角形的呢，其实它是一样的。龟。嗯，龟。啊？然后这个呢？这个呢？这个碗里面的呢？咖喱。
啊，对，它是咖喱的一种，可是它叫rendang。OK， 很好 ，Veron， 谢谢你，很棒。OK， 这个长长的呢，其实是竹筒饭，他们放在那个竹的竹子里面，好像一个长长的那个竹，对吗？他们把它塞进去，然后拿去烤，烤熟了。然后当你要吃的时候，你要拿那个巴朗多来把它劈开，然后拿出那个饭，所以是这样圆圆的咯，竹筒饭。然后他们是吃跟什么的呢？吃跟rendang，这个像伟伦刚才讲的一种咖喱，对的。然后可是他们叫rendang， OK。然后这个四方形和长三角形的呢，它其实是叫做ketupat， OK。同学们记得哈，它叫ketupat。OK， 它叫ketupat， OK， 可以哈，可以 OK。然后这里呢，这个有谁可以告诉老师这个是什么种族的人吃的吗？这是什么来的？有谁不认识吗？ OK， 老师有看到乙奇，华人，华人这个叫什么呢？你懂它的名字吗？年糕。嗯，很好，这个是叫年糕，所以国语叫龟巴糕。可能你们可以记录一下吧。哎，这上面是写了吗？然后那个像咖喱那个叫rendang，咖喱的东西叫rendang。OK， 然后这个其实是好像他们的一种sambal。很好，所以这是龟巴糕。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还会有学什么呢？就是板豆，你看到这个吗？ OK， 这个是我们星期三会学的，就是板豆哦。OK，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会学跟阿里主题乌木，就是我们会学关于公共假期，到底我们的国家有多少个公共假期呢？啊，所以我们会在星期四的时候学习这个咯。OK。然后接下来我们还会学关于什么呢？会写 Beranak Anak， 就是身为一个小孩子，一个孩子你要有什么样的责任呢？所以一个孩子应该有什么的责任？对父母要有怎样的责任？这样子 ，OK？ 所以是 Beranak Anak。然后接下来我们还会有学是 Pergi Berjudi， 就是去旅行或者是去度假。那么你去度假的时候呢，我们会学哎。你 before 去度假会有做什么准备？就是 sebelum berjudi 你会做什么？然后 semasa berjudi 呢？你会做什么？然后 selepas berjudi 这样子 ，OK， 就是说你会有 before and 当时你在 berjudi， 或者是在你路上，在你去旅行的路上，你会遇到什么？你会看到什么这样子？所以我们会学的是 pergi berjudi 咯，相信大家一定会做得很好，因为大家都有去旅行，对吗？除了今年，因为今年有了 COVID-19， 所以不能去 Berjudi， OK？ 所以到时你们可以再回想一下，你们之前去旅行是怎样的， OK 吗？ OK， 有没有很期待呢？ OK， 接下来呢，我们还会有学 Majlis Perkawinan， 就是有学关于婚礼的， OK？ 你亲戚办婚礼是怎样的？你看到什么东西？然后当时的Suasana 就是当时的气氛是怎样的 ？OK， 我们会有学到这个 Majlis Perkawinan， OK， 所以是参加婚宴。接下来呢，我们还会有学到的是 Kebersihan diri， 就是个人的卫生，你要怎样？你洗有没有洗手啊？有没有刷牙？你怎样照顾你的牙齿？你怎样照顾你的身体？Okay， 你有没有照顾你的头发等等，就是你个人的卫生啊，从头到脚你怎样照顾这样子 ，OK， 格不西汉迪利。然后接下来我们还会有学到的是格西哈丹迪利，就是你的个人健康，你要怎样做才会让你身体健康呢？啊，你有没有喝水？你有没有吃有均衡的饮食？你有没有吃有营养的食物啊？你有没有吃太多的糖？有没有吃太多的盐等等啊？这些都是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对吗？
那你有没有睡足够等等，你有没有做运动，我们都会有学。诶，这些都是关于我们个人的健康。OK， 相信大家没有抽烟吧，这里还有写 Burhanti Morocco， 大家没有啊、哦、OK， 很好。接下来呢，我们还会有学什么呢，就是 Kebersihan Kelas atau Sekolah， 就是学校的整洁，你们有没有打扫课室等等的，我们会有学到这一些哦、啊、然后我们要怎样美化我们的校园等等，这些我们也是会有学到。 OK， 然后接下来我们还会有学 Keselamatan di sekolah， 在学校的安全。 OK， 你上巴士是怎样的， OK， 你在学校的厕所是怎样的，你在科学室是怎样照顾你的安全的啊，我们都会有学到哦。OK， 比如说上巴士可以推来推去吗？不能，因为会跌倒会受伤。OK， 在厕所可以跑来跑去吗？不能，会滑倒啊等等，我们都会有学到。OK， 接下来呢，我们还会有学到 keselamatan menggunakan lift， 相信大家有很多人的家是住可能 apartment 啊 condo 的，对不对？所以你们都会有做 lift 的，或者是你们去 supermarket 啊等等都会有做 lift 的，对吗？所以你们知道怎样才是安全使用电梯吗？所以我们会有讲到这一个哦，你什么东西可以在电梯坐，什么东西不可以在电梯坐哦。就比如说你可以乱乱按那个 button 吗？你每一楼都按，比如说你家是第30楼，然后你就按1234567到30，可以吗？当然不可以咯。所以我们会有学关于 keselamatan menggunakan lift， 比如说你的 lift 突然间不能动了，停住了，你可以硬拔开那个 lift 的门吗？哎，让我出去，让我去，不可以，是非常有很危险的。所以我们也是会学到这个。 OK， 还有很多，有没有期待呢？ OK， 接下来呢我们还会有学到什么呢，就是 keselamatan jalan raya， 就是过马路或者是在马路上的安全，我们要怎样做啊？就好像我们平时，你们以前是坐 van 过来102对吗？然后有老师带你们过马路啊，什么时候我们要过马路，什么时候不能过马路，所以我们都会有学。 OK， 当老师讲过你们就过，因为老师帮你看你有车了对吗？但是如果老师没有讲过你们可以吗？不可以咯。所以这个都是在马路上的安全。 OK，所以我们都会有学怎样才可以安全的过马路，可以吗？这些呢都是我们上半年都会学到的一些课程。 OK， 可以吗？你们有没有很期待要去学习这些课程呢？有没有？我可以，有谁很期待的可以举个手吗？有，看一下，没有人期待啊，没有人举手。有啊，我看到有 Clarice 有举手，有，嗯，很好，谢谢大家。 OK， 刚才我们已经讲了我们要好好学习国语，因为它对我们很重要哦。 OK， 好，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要做练习的时候了，所以你们请打开第三页，可以吗？第三页啊。 OK， 在这里呢还有讲 Pilih jawapan yang sesuai， 就是他叫你选择正确的答案是否第二题和第三题的咯。 OK， 第一题你们要自己填，所以我们来看第三面，有谁找不到纸的吗？没有哈，打开第三页，这边有写今天的日期7号。 Soalan satu， Malaysia terdiri daripada masyarakat yang berbilang kaum 啊，刚才我们讲了我们会学到什么字呢，就是 berbilang kaum 对吗？这个字跟你们前面必学生字是一样的，所以你可以圈起来或 highlight 起来，然后你上面可以写多元种族。 有写吗同学们？你们可以写多元种族哦。 OK， 然后呢它的第二题是Apakah tiga kaum utama di Malaysia？ 他问你，我们 Malaysia 的三大种族是什么呢？ OK， 3 kaum utama 是三大种族。OK， 首先你们写了这个意思之后，你们就要写这里的答案。
OK， 所以这个是什么种族？你要写高什么？这个是什么种族？看他们的服装，看他们的装扮，你们就可以知道他是什么种族。OK， 解了之后呢，你们就要圈起来。OK， 三大种族有没有包括 A？ 有，你就要圈起来，用颜色笔圈，但是不要用蓝色，因为蓝色是代表丁正。你们可以用所有的颜色，除了蓝色以外，你们要圈起来，可以吗？这个谁还没有写好意思的有吗？给你一点时间写意思。有谁还没有写好意思的人可以举起蓝色的手哦。OK， 老师先让你们写意思，你们先写好意思了才来写这个 A 是什么种族咯。OK 哈，如果你们写好意思的人放下手，老师就知道哎，你们写好了，老师就可以去讲 A 的了。 OK， 等一下。OK， 你们记得，然后你们好聊的人要放下回那个蓝色的手。还有谁没有好吗？我这边还看到有两个人在举手着哦。好了吗，同学们？你们可以去下一个吗？所以好的人你们可以尝试做 ABCDE， OK 可以吗？有总共有五个种族，看好我的穿着。 OK， 你们先做可以吗？它到底是高什么？ OK， 有谁要告诉老师 A 是什么高吗？有吗？有谁知道那个 A 是什么人？有吗？老师有看到有人举手，来遵义，马来文，马来文，所以是高什么？高马来语。很好 ，very good。所以你们同学们，你们就把答案写下来，高马来语。OK， 可以啊。所以记得 M 要大号。哎，所以你们写高马来语很好。所以在这里 B 哈，你要看啊 ，B 跟D 是不一样的哦，所以你要看清楚到底哪一个才是印度人哦。OK， 所以来 B 有谁要回答吗？以琪，哎，他放下手了，有谁要回答吗 ？B 的，有吗？Javier， 老师，我只是要问问题。啊，来你问。需要用铅笔还是用颜色笔？写这个答案啊，用铅笔。
等下我们要圈三大种族的时候才用颜色笔哦，不要用蓝色咯，因为蓝色代表丁真嘛。好，可以哈。谢谢老师。好的，不客气。玉居，你知道这 B 是什么人吗？你看好像穿那个绑着 B 的衣服来的，然后还有包这个头，你知道吗？啊？包面的。你确定吗？你觉得 B 还是 D 是高音调？这穿 sari 哦，然后上面有一个点哦，所以你觉得 B 还是 D 是高音调？ B 是高音调。B 是高音调。我讲 D 不是 B。啊 D 啊，好，很好，对 ，very good， 不好意思哈。OK， 高音调很好。你讲全部答案啦、啊、，OK， 高音调好，谢谢你，我们给别人机会好吗？谢谢。所以给 C 是高吉娜，你的朋友讲对吗？来，我们看下一位人家，乌伊金样，你要答哪一个呢？刚才你的朋友讲 C 是高吉娜，你觉得对吗？对，对，也是高吉娜是 C， 然后你还有要答哪一题吗？还有谁要答 B 的吗？有谁知道 B 什么答案吗？可以举手一下吗？这个 B 的呢，老师揭晓答案吧。姐姐，你有要回答吗？我看到你有举手，所以 B 呢是锡克人，所以是高锡。OK， 你有看到他穿着他的头上还有啊 ？OK， 对，子豪有这边有写给老师，所以呢我们叫做锡克人，所以是锡这样子 spell。OK。所以呢，在这里呢，你们可以写他的华语的，华语叫锡克。OK， 所以你们可以，你们找位置自己写那个锡克 ，OK， 可以吗？所以是高音锡。OK， 好，接下来这个最后呢是一种土族人对吗？穿着很像土族，所以有谁知道这个一是什么人呢？有吗？啊 ，Benny， 有时候看到举手 ，Benny， 高翁沙拉瓦。他这里这个是沙巴的土族，谢谢你的尝试，但是他有。除了那个州对吗？你讲的是沙拉瓦吗？它其实这个是沙巴的 ，OK。但是沙巴它还有分很多，所以有谁知道吗？我只有看到佩奇有举手，佩奇来。我给你听一个吧。啊？高乌一般。高乌一般啊。有一点不是很正确哦。一般的话呢，他们的衣服，男生的话哈、哦，他们上半身没有穿的嘞。OK， 所以有谁吗？因为呢，如果你是讲一般，他是沙拉瓦的，这个是沙巴的，所以老师揭晓答案好了，好吗？所以这个是Kaum Kadazan Dusun。OK， 所以你们请写下来。卡达山人，所以它叫做高卡达山独顺。然后呢，它的华语叫做卡达山。卡达山人。所以是沙巴州的一个土族的人，所以这边没有东西对吗？你们可以写过去的，OK。
写过去是无所谓的。然后这个呢，答是有一个点而已哦，因为这个是不同的font，所以它写出来是好像看起来有两个点，所以一个大，还有一个走之儿而已。所以你们要注意一下这里的笔画，哎哈，没有，这只有一个点而已，哎，可以哈。然后接下来呢，老师想要问你们，就是从这边对不对？有五个。对吗？他问你的是三大种族或者是三大民族是什么种族呢？你们要圈起来。有谁可以告诉老师答案吗？有吗？所以要圈什么？有的人可以请举手。没有的话，老师就点名了。是点名啊。赖新玉，举手。啊？什么是三大种族？三大种族。可以举手，只好有带。来。来。嗯。什么是三大种族的？其中一个是谁？高马拉油，很好，对了，高马拉油，所以你们一样是拿你们的颜色笔圈起来 ，OK？ 所以这样子圈起来，可以吗？哈 ，OK？ 所以你们用其他的颜色的笔，还有呢？你觉得还有什么？谢谢啊，谢谢你，我们来叫子豪吧，子豪。你自己讲出来可以吗？子豪，高马拉油，高金牙，高金蝶。嗯，很好，对了，所以就是高马拉油，高金牙，还有高金蝶，所以一样把它圈起来，可以的，谢谢你。所以就这样子，所以第一题完成了咯 ，OK 哈。如果没有 color pencil 的同学们，你们直接用铅笔圈好吗？没有颜色笔的，你们用什么呢？你们就用你们的铅笔圈起来就好了 ，OK？ 可以啊。所以还有谁没有写好到这个字吗？所以这三个圈起来，有谁不明白吗？没有，有吗？有的人可以举手哦。允怡，都是用同样的颜色啊，都可以，除了蓝色什么颜色都可以，你要用不同的颜色圈也可以，你喜欢可以吗？可以，谢谢你的关。嗯，不客气。Austin， 老师看到你举手。老师，能用铅笔来圈吗？啊，你用铅笔先 ，OK 啊。谢谢你，教官。嗯，不客气。老师给你们多一分钟完成这边好吗？然后我们来看第二题。来，允怡，你有东西要问我是吗？还有在举手的人有东西要问我是吗？没有，没有人有问题。老师看到有人举手，但是老师按 unmute 你们没有讲话，有问题吗？
没有哈，没有，没有啊，没有。OK， 好。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题。OK， 第二题，我们来看第二题。第二题是 Bahasa Melayu merupakan semua bagi negara Malaysia。OK， 所以呢，刚才我们有讲了。马来文是我们国家马来西亚的什么来的 ？OK， bahasa kebangsaan， 你们请写在那边。它的意思是国语。我们已经讲了 ，OK， bahasa kebangsaan 代表国家的语言，所以是国语。然后 bahasa rojak 是什么意思呢 ？bahasa rojak 就是代表餐餐的语言。你懂什么是 rojak 吗？叫做我们水果，我们什么水果加起来，然后一起吃的，对不对？有很多，有 carrot 啊，有芒果啊，有芒果啊等等，然后加起来，然后有很多种水果，然后掺起来叫 rojak， 对不对？ OK， 所以呢，如果bahasa rojak 呢，代表我们讲的话也是有掺，有掺马来文啊、英文啊、华文这样子，有掺福建话啊。比如说，老师跟你讲。Example of bahasa rojak 就是你要去 Tesco 改改吗？啊，是不是有很多语言在里面？有华语，你要去，然后 Tesco 可以是英文，也可以是国语，然后改改就是福建话，妈又是华语，所以这个就是叫做 bahasa rojak 咯。或者是你问你要吃 ice cream 吗？所以有一个英文在华语里面有一个英文，所以叫做 bahasa rojak， 明白吗？所以我们通常我们讲的。口语就是bahasa rojak的，因为我们会掺一些其他的语言进去 ，OK？ 所以bahasa basa 是什么意思呢 ？bahasa basa 就是俚语，就是我们民间的口头语，就是可能它的 grammar 是不对的，可能它的语法是不对的，是我们每次讲的 ，OK？ 啊，就好像我们讲啊、我要先，我要吃饭先，我要先，我要先这样子的 ，OK？我们可能讲我要吃饭先，其实是我要先吃饭这样子，所以叫做 bahasa basa。然后我们讲了，人家的明白就是对了。对，虽然我们去管他的，我们没有去管他的到底是正确还是不正确的那个语法，所以呢叫做 bahasa basa。所以你会看到，如果你啊，像比如说长辈啊讲话，通常他们都是用 bahasa basa， 所以是俚语。哎，马萨罗加呢是没有办法写它的意思的，就是掺，就是会用可能超过两个语言来讲话，叫做马萨罗加咯。所以你觉得马萨马拉尤呢是我们国家的马萨什么？有谁可以告诉老师答案吗？有吗？有的话请举手哦。没有的话，老师要点名了。所以这里的是 A、B、C 呢，要选其中一个正确的答案。OK， 有吗？没有人举手，没有人举手的话，老师就要点名了。May I？ 老师 unmute 你了。Dan may I？ 你可以告诉老师 ，Bahasa Melayu 马来文是我们国家的什么语言呢？A、B、C 哪一个你觉得 ？A，A， 可以，很好，谢谢你。可以来，同学们，梅埃是讲 A， 有谁是不赞同梅埃的答案的？有吗？有的话请举手。OK， 这边老师有看到，云希有举手，来，请告诉我你的答案。老师，那个是我要给第二题的哦，你要第二题的，等下老师教你哈。OK， 谢谢你。然后，金阳哎，你觉得哪一个答案？Bahasa kebangsaan。嗯，很好，谢谢你。所以大家都是答案选 A 对吗？对了，很好，谢谢大家。大家都好聪明哦 ，OK， 所以答案是 A， 所以请你们圈起来你们的答案，可以吗？
水圈 A 这样子 ，OK？ 水圈起来，所以答案是巴沙格邦是按国语，很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题，第三题也就是今天我们做练习的最后一题咯。Yang berikut merupakan kebaikan mempelajari bahasa Melayu, OK？ 他讲 kebaikan 是什么呢？所以你们要写下去，意思是好处。OK， kebaikan 是好处 ，OK。所以呢，他讲下面都是学习国文的好处 ，OK。除了个抓力，所以你要 highlight， 你要圈起来这个抓力，或是 highlight 起来个抓力，代表是除了 ，OK。所以请写答案，除了。所以代表的意思就是说，哈，这边可能都是它的好处，又有一个就不是它的好处的意思，所以你要找出来哪一个不是它的好处哦。对，第一 dapat bertutur 代表可以沟通。可以沟通或可以说话 ,OK? Memahami maksud perkataan 是了解意思。所以你们也是要写要抄哦，了解那个字的意思。了解字的意思 ，OK？ 你们要抄这个华语意思哦。Bergaduh dengan kawan berbangsa Melayu， bergaduh 就是吵架或者是打架 ，OK？ 吵架或者打架。对 ，bergaduh 是吵架或是打架，你写这个就好了。所以是你要圈起来 bergaduh 的字，因为我怕等下你们不知道到底吵架是什么，是这个，所以是 bergaduh 咯。OK， 然后 kawan berbangsa Melayu 是跟马来朋友吵架或打架，然后 hidup dengan aman dan harmoni 是怎样平安和谐的生活在一起。Amanda 和 Moni 前面我们有讲到那个意思吗？对不对？Okay, 所以 Amanda 和 Moni 是平安又和谐 ，Hidup 就是生活 okay, 可以平安又和谐的生活在一起 okay, 所以你觉得哪一个不是它的好处呢？所以刚才老师有看到是云熙讲还要回答这一题对吗？来，你 unmute 自己。D number C C D, D OK 第三题 OK 很好，谢谢你。有谁要讲他的答案吗？谢谢你。C 你觉得呢？你觉得君熙讲的 C 对吗？对，对你也是觉得是 C 是吗 ？OK， 君熙你觉得哪一个 ？C 啊 ？C。OK， 很好，谢谢你。然后有其他的答案吗？谁讲？有人讲 A 吗？有人讲 A 吗？没有。有的人请举手。OK， 吴以金阳，你觉得呢？你觉得答案是什么？第三题。C。C。OK， 很好，谢谢你。Benny 呢 ？Benny， 你觉得是什么 ？C。C 很好，谢谢大家，所以代表大家都很明白了，对吗？所以在这一题呢，答案就是 C 很好，所以他讲哪一个是不是他的好处，对吗？所以答案是 C 啊，打架或吵架怎么可能是好处呢？对不对 ？OK， 所以同学们，你们要记得要抄这些意思哦。请问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关于今天的课程？
有吗？有谁有问题吗？可以举手一下哦。所以今天老师再讲多一次哦。所以今天我们是总共学到的是学习国文的好处，对吗？然后呢，我们除了学到国文的好处，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知道是，哎，我们的国家是有多元种族的，然后而且有学到的是三大种族是有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对吗？还有我们要学习的是，今天是我们有讲到是，哎，我们整个半年会学到什么，对吗？还有我们的这个必学生字，对不对？所以今天如果你有学到这些字呢，你们就学会了哈。如果你们真正的已经学会了，你们才打勾 ，OK？ 如果说一个月后你们才学会了，你们一个月后再来打勾也可以的哦 ，OK？ 总之不可以骗别人，你要对自己诚实。你真正学会的时候，你才来打勾，可以吗 ？OK？ 对，如果你们没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那么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此为止喽。谢谢大家，我们明天再见。希望大家明天不要迟到哦。OK， 也是一样拿好今天的这张纸。OK， 我们明天再见，拜拜。